呢座建筑咧，两座咧叫做天目河水闸啊，目咧就沐浴嘅目。喺过咗河对岸，正系湿地公园啊！呢度好大个公园喎。360度睇下啦，下一阵搵飞机飞一飞航拍机，睇下边度靓噶就去边度行啦。因为太大啲，我发觉大咗公园。好，360度。二井湾湿地公园。但保安話呢邊呢個就開放咗，嗰邊嗰個未開放，即係河嘅兩邊都係濕地公園。呢個天目河水站唔怪得有兩個呢啲站位喎，原來係俾船通過，即係好似北南馬運河咁樣，將個水升高降低嘅。呢度啊，估唔到珠海有呢水閘啊，船閘嚟嘅，唔係水閘應該係。呢個咧就係天目河嘅船閘，呢邊係水閘。所以都是一个这样的景色。我后面这里呢就是车桥来的。那呢就360度呢就是。刚才保安仔说那边呢就未开放的，还是未发展的。只有在这边这个公园那里，在这个望盖够玩的了，有一大个水池。我落车的站咧叫做中电头，即系呢个电厂嗰度。两个钟头车正到啊，乘四啊个站啊，死坏啊！嗰次喺北京动物园啊，见到啊，摆鱼喺个肚腩嗰度个咁嚟浮喺水度慢慢食嘅。真系喎，飞唔得喎，珠海机场啊，禁飞区喎，真系飞唔到啊呢度。
嗰度有隻水鳥游緊水，呢個禁飛嗰日唔飛得啊，直情唔俾你啟動護航機。呢個公園咧，而家仲係建造緊，你睇路都係用啲帆布鋪咗出嚟。呢、这個公園大門啊，即係遊客中心啊，而家仲喺度起緊。佢沿住條路行咧，都有好多呢啲咁嘅牌，講俾你聽啲乜嘢嘢。如果呢度可以用航拍機就正喎，全部都有蘆葦花海。而家後面呢啲係叫蠟燭果啊，又係嗰啲。哇！呢度幾多香蕉樹，都唔知係大蕉定咩蕉呢啲。對面先正是二井灣濕地公園，但有保安仔話未開嗰邊，而家望過只係都是爛地一片。對面咧又是公園的一部分，不過對面未開的。如果呢度可以用航拍機就正喎，全部都有蘆葦花。
上又见到一只辟地。肉眼睇咧，就湖中咧有啲水鸟喺度游紧。暂时行咁耐都未见到有地方坐，喺树荫可以遮下阴啫。啲树枝上面有啲雀仔，不过手机影佢唔到啊。
呢度有啲嘢吸引小朋友认识啲，有兴趣认识啲雀仔啊。呢度可以砌，哎，唔系呢个啦，哎，呢个啱啦，呢个。呢只啊，呢只鸟喺呢个唔啱，哎，呢个啱啊，啱啊，又几好玩嘅游戏。住有隻小白鹭企咗喺度，对面就系我食午餐咯，官鸟屋噶。呢度有细路电视望住官鸟屋噶，好啦，走啦。左手边嗰个咪我今朝落车嗰个中电头咯。头先有只水鸟喺水上飞嘅。在前面看以为什么别墅啊，原来写补给水泵房，即是补给湿地的水源。Thank you.
今朝保安仔咧就话对面嗰度咧，即系我话地图写嗰个鱼掌湾湿地公园嗰度啦，未对外开放嘅。我今朝由呢个入嚟啊，呢度而家有工程啦，都未有洗手间，未有成日科普中心仲起紧，一路沿住咁样行入嚟。而家嚟到呢个缺口呢个位置，呢条桥呢度一盏要咁样行行行，行翻到呢个今朝入嚟呢一度，行翻出去搭车走。有相机影到呢几只咧喺水度游紧水。呢度有三只。四围都系芦苇啊，可以起飞咪好咯，拍下芦苇花海。即系如果可以航拍，我谂呢个芦苇花海都几壮观。
个就是公园大门啊，井湾湿地。这个只是入公园的正门，后面是停车场来的。这个可能是湿地公园里自己的工作室。而家3:08个字口，准备走噶啦，翻到公园嘅出口，离开今朝入嚟嗰个争100米度，佢都有门口嘅。